作为汽车的爱好者，跑车是关注的焦点，有许多人把跑车作为自己的梦想。试问哪个男人不喜欢跑车呢？但跑车的最大缺点就是价格太高，普通人无法承担。对于车企来说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赚钱。虽然跑车价格昂贵，利润也比较高，但销量不高。你看那些保时捷，一年的利润有 BBA 高吗？还真不一定。所以跑车也需要降低价格。国内的汽车品牌做了一款纯电动超跑，国产法拉利终于成功，外观比大牛更拉风。外观方面，比大牛更拉风这款车就是前途 K50， 从外观上看真的非常帅气，给人的感觉是百万级别，但实际的售价只要68万。曾经我们认为这不可能，国产品牌只能做做中低端车，没想到如今发展迅速，跑车同样可以打造。 K50 前脸夸张的设计与兰博基尼相似，扁平化的车头完美诠释了空气动力学，引擎盖上的银色标志也引人注目，低趴的设计加上溜背造型，营造出超强的跑车范。左右两侧双门设计，如果不提品牌，真的想不到这是一台国产车。跑车好像没什么空间可言，只能坐两个人。前途 K50 轴距达到了2650毫米，长宽高分别为4634毫米、2069毫米、1253毫米，在跑车系列里这个尺寸也够了。 K5 的两边车门均采用电吸式，关门只需要轻轻一推即可。不过有个遗憾点，许多跑车的车门属于叠翼门，可以展开，打开门后向上移动，而 K50 则没有这种配置，依然是最常规的开门方式。动力方面，破百仅需 4.6 秒，虽然是电动车，但动力的表现略有不同。 K50 采用双电机四驱系统，最高扭矩可达580牛米，功率最大为320千瓦，目前看到的数据只是普通模式，若是切换到淡射或者超频模式，瞬间就有强烈的提升，功率可以达到435千瓦，扭矩则为680牛米，相当强悍。零百加速只要 4.6 秒，秒杀路面上的所有车型，而且不用担心发动机的咆哮声，电机就算响也可以做到相对安静，更不会扰民。在跑车的行列中，动力表现一般，毕竟还有很多性能怪兽，虽然是跑车里比较便宜的，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依然买不起，注定了它只是富人的玩具。毕竟跑车的几个大类型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换一种方式，开着前途 K50 出门，或者是撩妹，相信回头率更高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车，你说比兰博基尼还要贵，他们可能都会相信。富二代可以尝试一下，让撩妹更简单一些，成本也更少一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